盏 LED 灯点亮王宫渔港的夜空，光彩夺目的海底世界吸引民众拍照留念，大小朋友更在光影包围下体验夜间溜滑梯的乐趣。今年办的还蛮漂亮的，都是以海底世界为主题，现在多的是 LED 灯会比较吸引年轻人过来。王宫渔火节光影灯季周六晚间正式点灯，到9月13号之前，每晚6点半到10点将展开长达近一个月的光影序曲。彰化县长王惠美也特别前往巡礼，邀请全国乡亲来彰化一起亲旅行，包括我们的这个祈福嘉年华，包括有我们晚上的这个灯祭，那还有我们的演唱会，还有放烟火。王宫渔火节不只有七大亮点活动，今年还配合中央振兴经济推出刮刮乐双重送，民众在合作店家消费满200元就可以现刮现回馈，有机会把电动机车、游戏机等好礼带回家。记者陈胜伟彰化报道。